Hey, Catherine. Hello. Hey, I'm here. Hey, 嘿，hey，你好，嘿，你好。你好。那个杨庆不在，他说就把你弄成那个 host 还是 co-host 就可以，是哦，都可以的了。我因为其实也不 share screen，到时候 share screen 的时候，那个毛光勇会 share screen 的，所以给哦，OK，他还没上来是吧？对，他应该15分钟前，不是，就是15分钟，我们说要上来的。Yeah，哦，OK。对。哦，那我先把你弄成那个 co-host 吧。也可以的，好嗯的，，OK。好的，好那我等的，他上来以后再给他们 co-host。对，我让我叫他一下，看，我这个是还用，利用手机，他应该马上就会上来，哦，OK，好，好的，好的，谢谢，那，对，好像已经有人在等了。对，那对杨倩萍说，就你跟那个老毛就行了，对吧？对对对，我觉得不要把那个谁，那个许金生和许他们两个主讲人，哦，还有是谁呀？OK，现在有。一个是叫做榆木先生，一个是叫许金生先生，不是，他现在那个 waiting 上面有三个人，不知道是不是哦。哦，那可以问他们一下，是我看我也不认，我跟他们不熟，因为。我也不知道是谁，榆木是他真正的名字叫什么，我也搞不清楚。他的那榆木的真正名字是于文金。哦，他已经在等了。OK，OK，对，他可赶紧以。把他加进来。对对对，他是，然后还有一个是徐金生。徐金生有吗？应该也在，但是我不知道他的 pad 是什么。对。可以问他一下，嗯，好。问他们几个一下，说哪位是那个，就是他们因为需要 share 哦，那些，徐金生进来了啊，，OK。对，要把他，对，他，那就可以了嗨，呀。大家好，我看看我的视频好像没出来，我看一看哈，Star View。好，那我把你弄成你是哪一位？我哎，把你弄，你能看见我吗？没有吧？没有看不见呀。我看一看啊，我再试一下。你要 share screen 吗？是吧？对，我需要 share screen。OK，那我把你弄成 co-host。好，谢谢。还有谁要文金？那就是文晶是谁？文金是哪一位？文军是这位，现在还没开。文军，文晶是余文余晶墨，导余师，余墨。文晶晚上的第二位讲座的。哦，OK。那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榆木先生，对OK，对那对，我也把它弄成 co-host。对对对，你还挺会操作的，我就是这个，还有一位是吧？是不是还有是两位还是三位？两位主讲人，两位主讲人，OK。然后那个。老毛还没进来。对，也得给他那个，因为他后面也要 share 一些 screen 嘛，只老要毛screen 就可以。，OK，那我把老毛弄成哦，co-host，出来了啊，出来了。出来了，看到了，看到，等会儿那我把老毛进来了以后，我就把他弄成 host，我就走了哈。我今天晚上没时间弄，明天晚上还有一个讲座要弄，辛苦你明天晚上，了，好的。对，那我等那个老毛上来我就走了。他怎么还没有那个？让他拼一下。哦，就你看啊，对你他那个你方便给他打电话吗？我现在因为正在用手机。好，我给他。对，他是919-638-2080。云母来了吗来了吗？刚才。哦，应该是那个文军。易 win 哪个？文君还是哪个人是你？来了，你看上面叫文军。哦，文君，哦，你好，你啊，好，你好，你先好，来你还是好。我先来呀？啊，
你来。我们俩谁先讲啊？啊，你先讲，上次都说好了嘛。哦 ，OK。毛主席讲了的。毛主席，好，那我先讲行。嗯，那我就 share screen 了啊。好、哦、，OK， 你这个屏幕好大哦，好酷哦。哎，这个，反正我好像有点问题，但是我做了一个 slide， 我试试看哈。嗯。Share screen。OK。要等一会儿，我们开始以后你再 share 好吗？哦，好的。嗯，我们要先介绍一下你们两位。好，但是我先试一下，完之后呢再 dis。啊，可以的，好的，对你试一下。OK。Yeah. 估计今天可能没几个人，我估计。看见了吗？能看见吗？看见了。看见了，好的。好的。好，那我就 stop share 了。嗯哼。于老师，我是第一个加入的，早就在等着你们讲座了。谢谢。你是第一个加入的，就第一个讲。先来后到。喧宾夺主了，没有，我们都借你东风。不知道老王在忙什么东西，他没。对，要那个美美，你可以靠他一下吗？电话再给我。他是919-638-2080。啊，他来了。哎，你好，妹妹。哎，你好，我帮你弄成 host， 我就走了哈。哦。应该。辛苦你了。嗯。嗯。现在这里。我刚才把那个 waiting room 给 disabled 了，但是你要注意看一下，好像有时候能在 waiting room 你要 admit 他们。它有密码，它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吧 ？OK。它这个就是这是设置密码的，所以啊，你稍微注意，对，刚才好像还有，你稍微注意看一下。OK，、那我给你 make host 的，我就好，我就没有那个OK， 好吧，好的，多谢多谢 ，OK， 谢谢谢谢，哎，拜，好，好，我看到了，那就我搬起 co-host 的徐老师 co-host 啊，对他们，对他们都 co-host 的，因为他们新上来，谢谢，嗯，好，好，嗯，好，拜拜，好，多谢多谢，你可以开始吗？嗯。稍等一下吧，嗯，下午考到人可能看看。我刚才群里头发了一下提醒，提示了一下，看看。有时候大家可能都忙忘记了，现在天色正好。那现在天气真好。嗯。我估计没有几颗人。你因为你那个发到那个你的头条里面embed到了里面，我估计没有几个人看，但是也好，免得我们太 nervous。不会应该是你单独你多发几次单独的链接。
你说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一下哈，然后就可以录了。嗯。嗯。嗯。推迟几分钟吧，要不然的话这个。哎，谢教授来了没有？I try to figure out just not drive there, just go over there. You know? That's why my goal. Yeah. My goal is try to do the inspection over there. There's still just sending the emission data to those kind of states. That's why. Yeah. That's why I mean, yeah.The worst is just come back. Drive back. Yeah, either you drive back or we can come here to help you. Drive back. Mm-hmm. Yeah, just once a year.丹姐，嗯，我们边开边等吧，好吧？嗯，好。有20个人，我们就边开边等啊。谢谢。已经来了，您可以了。对，徐教授已经在那了。啊，对，我在这儿。嗯，好。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是我们艾贝尔大美南北卡摄影大赛的第三次 webinar 的摄影心得技巧分享。那我们今天的两位主讲人呢，是我们北卡的两位摄影师。对我来说，他们都是非常伟大的摄影家啊。那么，第一位呢是北卡三角区资深摄影爱好者。于文金于木先生，他也是本次大赛的评委之一。他将在今天的讲座上看图说话，赏赏大片，谈谈小品，告诉大家如何拍出与众不同的自然风光。那我们的另外一位主讲人呢，是生活在绿宝的大学教授徐金生先生。他用科研的精神玩摄影，他不仅成为了岩石摄影的高手，
还结合自己的专业开发出一款去闪软件。那么我们先有请呢是徐金生教授。徐金生教授呢，他是大学的计算机教授。那么为了记录女儿成长和经历旅游的经历，从5年前就开始学习摄影，后来也喜欢上了摄像和延时摄影。但是呢，由于市场上缺乏有效的延时去闪软件，他开发了在 Mac 和 Windows 电脑上运行的延时和去闪软件 TLDF。 So one of the speakers is a computer professor. 他的延时和摄影作品呢，也多次的被引用或者是购买。他喜欢的题材包括了风景、人像、天文和城市等。那我们非常高兴的请这个徐金生教授来开始他今天的分享。好好，谢谢 Catherine 介绍。OK， 那我是徐金生，我现在就 share 一下我的那个screen。OK， 我做了一个 slide， 等一下。好，大家能看见吗？嗯。好的，可以的。Okay. 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交流，有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延时摄影。实际上我是刚开始2015年开始学习照相，当时买了一个很贵的挺贵的一个照相机，Canon 5D。之后呢，曾经买了一本书，但是我基本上没怎么仔细读，后来大部分都是在YouTube 学习。这个是照相。我刚开始先学照相，后来发现也照不了什么好的照片，所以说就试试其他东西。但我一直都比较喜欢视频，所以说想做一些视频也后来呢看到那个延时感觉特别有意思，所以说照了很多很多的延时。所以我2015年开始照延时，每张照延时很需要很多的照片嘛，差不多照了一个延时差不多有几百张照片，所以确实照了很多很多的照片。所以说我的刚开始喜欢完之后呢，后来我发现做延时需要软件，延时很大的问题呢，它总是有那个 flicker， 就是说有点闪，因为是照相机本身那个曝光的不是特别准确的原因，所以说有点散，所以说我就自己写了个软件，效果还不错，我就做了个网站，在 Mac 和 Windows 都可以运行的网站，所以说这是网站的 link。完之后呢，我后来不，这个是另外一个跟照相无关的，后来做了一个 Python 学习有关的网站，所以说如果你有孩子喜欢学学 Python， 也可以到这个网站试一试。OK， let me see participants。OK， OK， 什么是延时摄影呢？是我看看 presentation mode， 这样大家能看见吗？嗯，可以的。OK， 好。什么是延时摄影呢？是连续照一组照片，它不是一个视频。实际上是一组照片组成的，完之后呢，后期组合成一个视频，所以说它是一个，主要还是一个照片，照片组成视频。实际上这个组成的视频可以效果很好，因为它那个照片的信息量要比那个视频的信息量要大很多，它这个结果呢会有压缩时间的效果，就是说你会把感觉，把很慢的过程在很短的时间，播放出来。 OK， 它有点像那个 opposite to slow motion。 slow motion 就是说把变慢，这是加快的效果，所以说是和 slow motion 和那个慢速是那个反的过程。什么样的题材适应于延时呢？就是说
就是比较慢的过程吧，比如说日出日落，因为日出差不多，日落这过程差不多能有一个小时左右，所以说你要看看视频的话很 boring， 一个小时时间，但是你要是用延时的话会很快的播放出日出或日落。还有云的运动也可以用延时，很适用于延时，因为云的动也比较慢嘛，大部分情况，所以说也可以。还有星空转动，我们比如说看天空的时候那个星星也在动，但是我们眼睛基本上看不到，因为动得特别慢。还比如说是花开花落或者日转夜，很多的情况下都可以适用于用来延时来照。OK， 现在这是 a few 有几个例子，这是日落的例子，这是在伯克利加州伯克利照的，我给你 play 一下，就是这是一个日落的过程。OK。下一个呢？下一个怎么到下一个呢 ？OK， 哎呀，这是那个城市的由日转夜的过程，看一看，这是New York City， 这个应该是在那个 Empire State Building 上面照的，帝国大厦的上边。还有呢，下一个。这是云的过程。这是大概太阳还没落山，后来已经落山之后的整个过程。OK。下一个是下一个是银河系，这是在北卡的山上照的，这是当时我们租了一个房子在 Labor Day， 我看那个在外头那个星星特别漂亮，就在下边照了一张这个银河的运动过程。 OK， 这是在这是应该大家很多人应该知道，这是 Monument Valley，我和我爸妈到这儿来，开车到这儿住了一个，这个 hotel 特别漂亮，特别好，因为你直接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这个 monument， 三个石柱。OK， 所以说刚才整个是日落过程。OK， 那如何照岩石呢？就是说我看看最基本的硬件设备。但 obviously 你需要一个照相机，其实你可以用手机或者是GoPro 或一些基本的相机也可以照，但是说是为了效果好的话，当然是最好的是 mirrorless 或者是 DSLR， 因为它的照片信息很多，所以说照出的颜色会更好看一些，当然需要镜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intervalometer， 就是定时曝光控制器。有些新的相机内置内置的 intervalometer， 所以说你就不用买，但是有些老的相机如果没有的话就需要一个大概这个20块钱左右，给你大家看一下，这个就这样东西在 Amazon 有卖的，差不多$20左右可以买一个，就是 intervalometer。 这个东西呢可以在定时曝光，所以说比如说5秒钟它就让你照相机曝光一次，这是必须有的。如果你照相机不带这个功能的话，三脚架也是 optional， 但是只要是能保持相机稳定就可以。你要是用手持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的手在动，所以说你要照出来的延时的话太晃，感觉不好。OK， 下一个，我现在用的相机是5D4 和 EOS-R， 这是我的主要相机。过去用的这些相机我发现没有不再用了，我就把它们在 eBay 卖掉了，所以说你们也可以没有用的东西就没有必要一直留了。我差不多每个相机差不多照了几十万，差不多至少十几万次相机照片，因为你要照延时的话需要照很多很多照片，所以说我感觉利用率还是不错的。OK，
我有一些常用的镜头是，我有去，当然是这是我最自己比较常用的镜头，有变焦 zoom lens，OK，这是我这个16:35是广角，所以说特别适合照延时，很多延时一般，大部分延时都是一般是比较广角的。完之后呢，这个是我很常用的 lens，这个因为这个 range 特别好。还有这个 lens 呢，我很少用，太沉了。所以说基本上照延时的时候就是这两个相机的这两个镜头，还有一些定焦镜头的特别好处呢，它特别 sharp，并且它那个光圈特别大，都是 f1.4 的，所以说适合做 portrait，或者是晚上这些很，特别是这个 Sigma 20厘米f1.4在照银河特别好，因为这个光圈特别大。所以说你需要ISO 低或者曝光时间可以稍微短一些。OK，完这个是那个 fisheye lens。软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不能光有硬件，你没有软件的话你就完全没有百分之百很难弄出100%好的效果。所以说呢，要做原始软件的话呢。你可以做 iMovie，就是免费的，也可以用。但说是，如果大家如果有一些需要，我感觉Adobe 那个 Creative Cloud 就说是有一个 subscription，这里有很多很多的 software。所以说，for 延时的话，我基本上就用Premiere 来把那个照片组合在一起。所以说，你需要一个软件能把那些照片组合在一起，变成一个那个视频。OK，变成视频，但是同时你还得有些时候你也得加一些音乐，所以说，这是功能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软件，我每次产生视频都是用 Adobe Premiere，但是也可以用那个，你要是用这个是 Windows 和 Mac 都有的，但是有些人用 Mac 可能更喜欢用那什么 software 呢，就是 Apple 自己的生产的软件也可以。这 After Effects 是太 professional，我很少用，所以说我只用来这个做那个做 stabilization，就是说这个 software 做 stabilization 更好一点，这个是更难比较难用的软件。还有我用我这个软件产生那个去闪之后产生视频，所以说这是我主要用的软件。OK，先看看就是如何拍摄，拍摄主要看看取景，取景的话。是最基本上是可能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比较 creative stuff，OK？所以说取景的话需要有一个主题，但是你要做延时的话，你得有个什么有个场景是能变化的，就不是说一点不变的东西你要照延时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需要一些有变化的场景，比如说是比如说是云，比如说是太阳、月亮都可以，还有或者是人群动也可以。反正是有需要有变化的场景，我相机设定间隔设定，我看看下个 slide，yeah，so 我们现在先讲讲那个相机设定，下个再讲一下那个interval settings，OK，相机设定最重要是基本上你肯定得用手动对焦。autofocus 的话总是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说你要照延时的话，基本上100%都是会用手动对焦。完之后呢，因为你要照几百张照片，所以说你要是每有些照片focus on different things 那样的话，非常不好看，所以说最好用手基本上一定要用手动对焦。完之后呢，白平衡呢，大部分情况下应该用那个 manual white balance，应该 fix 它，因为那个照相机不是特别不是特别 consistent，有些照相机white balance，所以说你有些时候你发现，你要是用自动的 white balance 的话，你会发现颜色在变，在你比如说照了几百张照片，其中几张突然颜色在变，那样不太好，你最好用manual white balance，完之后你就可以在后期。再改变 white balance 就还是很容易的。下个呢就是曝光，重要的曝光的setting。其实很多情况下就可以用 manual exposure。manual exposure 就是 manual aperture man 那个就是 manual 的光圈，手动光圈、手动快门和手动ISO fixed ISO。所以说，你这种什么情况下适用于手动曝光呢？就是光线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比如说现在大白天，
光线比较稳定，所以说你最好你可以用manual exposure， 或者是晚上，晚上比如说已经天彻底黑了，比如说你要照照天上的星星，你就用manual exposure 没问题。但是最好看的岩石都是在日出日落，或者是白天转换成黑天，黑天转换成白天的过程。所以说，你要是用手动对焦的话，就特别麻烦。所以说，你可以optionally 可以选择用自动对焦。所以说，自动对焦特别适合于光线变化比较快、比较多的情况下，比如说是日出日落、日转夜的情况。但是最常用的自动对焦的方式就是用光圈优先，就是 aperture priority， 就是说你设定好光圈大小，完之后呢，你就剩下的就是让自动选择，就曝光时间自动选择。就是用这种情况下呢 ，ISO 的话你最好也是 fix， 如果是日出日落的话，其实 ISO 设成100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在日转夜，如果想照到星星情况下，你的 ISO， 你可能得想考虑一下 ISO 怎么自动设置。但是说是日出日落，或者是白不是天特别黑的情况下，你就设比较小的 ISO 就可以了。所以这是 aperture priority mode 比较常用的自动对焦方式。另外一个少见的比较 less popular 的快门，就是说自动对焦是快门优先，就是 shutter priority， 就是说是 shutter priority 的话，你就是固定那个曝光时间，完光圈的话它就自动选择，光圈自动选择你比较那你就是会考虑一下那个对焦的问题，你就是用你可以选择用那个，因为那个光圈比较大的时候，那个 depth of field 比较小，所以说你就用大光圈选手动对焦，完之后呢，这种情况下你就一般来说 usually 我们是对焦成 infinity 嘛，一般延时是一般是 infinity 对焦成 infinity， 所以说就算光圈变化也可以很 sharp， 也可以，所以说，但是为什么要用快门优先呢？就是。你就想那个车流或者人流情况下，我等会儿举个例子，如果是你要是用那个光圈优先的话，那个有些时候曝光时间特别短，所以说人就感觉跳，车也在跳的感觉。你要用快门优先的话，你就车和人流都比较动起来特别特别顺利流利，那个 fluid 那种感觉。那个 ISO 呢，大部分情况下可以使用固定的低的 ISO， 如果只是夜晚的话，可以使用高的 ISO。但是光线比较大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auto ISO。auto ISO 的话有些很多照相机有这种auto ISO 的设定，你可以设定那个它的范围。比如说是你不想 ISO 升到了6400，比如说你就可以设定比如说从100到1600，最高1600，我不想高于1600，所以说你根据你的相机，你可以到那个 setting 里头可以看看那个 auto ISO 的范围。还有那个那什么时候 trigger 那个 higher ISO 呢？就有个快门的 trigger， 就是说曝光时间达到必须达到一秒钟以上，我就会提高 ISO， 这个照相机会自动提高 ISO。 但有些情况下，比如说1/60，我可以提高 trigger 也可以。很多人就是说是因为如果照肖像的情况下叫人的话，一般来说你是1/60或者是1/100，但是你可以照 time lapse 的话，你可以把时间设成一秒，就是曝光时间如果超过一秒的话，会用下个等级的 ISO， 这样的话你可以尽量用低的 ISO 减少 noise。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提问。好，那就下个 slide。间隔设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间隔就是 interval， 就是两张照片之间的时间间隔。因为我们延时嘛，你就说是几秒钟照一张，或者是有些时候甚至有可能几个小时照一张，几分钟照一张都有可能。但是这个间隔绝大多数情况下你会选择固定的时间间隔。固定的时间间隔。完之后呢，如何选择间隔呢，要看一个这种情况了。先知道一些基本的视频知识，就是说视频的每秒帧数就是 frames per second，
frames per second 的在一般来说电影的话就是 23.976 或者24frames per second， 就是说一秒钟电影就是一秒钟放24个那个 frames。如果第一这个的话，你就感觉有点不自然，或者太感觉有点跳。但如果高于这个的话，也感觉不是特别自然，因为感觉有可能也感觉不太自然。所以说这个是用了上百年的那个frame rate， 很重就是电影都是用这种 frame rate， 所以说人眼看起来最自然的 frame rate 就是24 frame per second， 但电视里头用30 fps， 而且在欧洲可能是用25 frames per second， depends。这个就说是视频就实际上就是每秒钟就是说一秒很快的放很多的小的照片，反正放在一起你感觉产生一种那个视频的效果。所以说呢是这种情况，如果是 interval 特别长的话，你会感觉就同样的时间内你的照片少，所以说那当然是云也动得快，太阳升起来的快。如果间隔特别短的话，就是说什么都慢一些，就是说是动得显得慢一些，就是相对情况。所以说你选择间隔的话是完全是创作需求，有些时候我就想太阳一秒钟就从显得升起来，你就可以把时间弄短一点，如果想让它升得慢的话你可以把时间弄长一点，所以说是完全是创作需求。但是有些我说的有些时候一天或者是一个几天几分钟射一次也有可能，比如说你想看一下极其慢的那个过程，比如说像那个像植物的完全生长过程的话，你可以因为特别慢嘛，所以说你可以几分钟照一张也可以。这个有个小的例子，比如说是日出一个小时的日出，就是说日出之前半个小时，日出之后半个小时，这前后一个小时的过程。如果是我的间隔设成五秒的话，那就说是这一个小时能照多少照片呢？可以算一下是吧？如果间隔是五秒的话，一分钟就可以照12张照片，对吧？60秒嘛，完之后呢？一个小时就是在12再乘60，所以说就720张照片。所以说你要一个小时间隔设5秒的话，你就照了720张照片。你把这个720张照片翻成视频的话，比如说你的视频是30 fps 的话，720再除3，那就是说是相当于是24秒。对，24秒，所以说你会生成24秒的视频。所以说你把时间一个小时之间压缩成24秒。就是说你在24秒内从太阳落起太阳升出半个小时之前或者之后，这个整个过程就是说你用20几秒就播放出来了。但如果是你要把它设成10秒的话，那就变成间隔10秒的话那就是快了一倍，如果间隔 2.5 秒的话就慢了一倍。所以说你要怎么设计设定这个间隔是完全是创作的决定，创作需要。 OK，还有一个比较interesting topic， 就是说你要产生一个 something called the motion blur， video 里头有一些 motion， 你要视频的话如果有 motion blur 的话就看起来更自然。这就是很出名的那个 180 degree shutter rule， 就是说是你的快门速度应该是每秒帧数的两倍。如果是有这种情况下，这就如果设成这的话，就是你 follow 了180 degree rule，这样的话你的视频看起来自然，也像看起来cinematic， 不是看起来特别怪。但是这适用于电影或者视频都是这样。如果你看到电影的话总是会 follow 这个 rule。这个例举个例子来说，我比如说是你的 video， 你的视频是30frames per second。那你的 according to this rule， right？ 帧数是30吗？30乘2就是60。你的 shutter speed 应该就是60分之一秒。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视频看起来很自然，很舒服。如果是24 frames per second 的话，你就是应该是多少呢？48，但是你的照相机没有48分之1秒，所以说你就最接近的数据是50分之1秒。所以说你就你要 follow 这个 rule 的话，你的电影你的视频就看起来比较更自然。这个原理呢也可以适用在延时， OK？延时的话，你间隔，比如说我选择间隔是两秒的话，如果间隔两秒钟，我照一张照片，那就是每秒的帧数实际上就是0.5，一秒钟只有0.5个帧数 ，right？
如果间隔是两秒，所以说 according to 这个快门 rule 的话，你就问，你就把设成快门设成一秒。所以说你的快门，需要是就是把快门尽量我设成一半的间隔时间，比较理想。但不是总是这种情况了。但是你要会发现，如果比较动得快的东西的话，你最好有要这种设定。我等会儿举个例子。那就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白天如何使用一秒钟快门呢？我想一秒钟，大白天一秒钟，如果是大部分情况下，你会 overexpose, right? 有什么办法？大家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使用一秒钟的快门白天的时候 ？ND filter, yeah, ND filter, yes, 大家应该知道。所以说造延时的人很多都白天都会带这个 ND filter。比如说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就是没 follow 180 degree rule 的情况下，你看这上面有很多小汽车吗？你看起来他们在就像跳的似的，所以说有点 jitter 的感觉，所以说特别不是特别舒服。你可以看一下，你看这些车在跳的感觉，我不知道在你们那儿看的效果怎么样。就是说你要是不 follow 这个 rule 的话，就是快速移动的东西感觉在跳。但是你要是慢速移动的，你就看造云的话，你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你造云的话，你就不用考虑这个 rule, 因为云动的比较慢。但是有些快速移动的东西的话，你就最好 follow 这个 rule。我给你看一个，下一个就是 follow 这个 rule 的啊，那这不是这个。下个这个视频就是 follow 180 degree。我是这个视频在 Charlotte 在Charlotte 设的，我的是啥间隔是两秒，完之后我用一秒的曝光。之后你可以看见那个车移动的非常滑，所以非常自然，特别好，不像没有那种跳的感觉。所以说这个 rule 呢比较最适应于还是那个快速移动的情况，或者是你在骗你的，或者是你在用你的很快的移动你的 camera 情况下，你就不会有比较有一种平滑的感觉。这就是这个另外一个间隔的问题。后期的话，后期的话就是说批量编辑，我举几个例子哈，我常用的例子就是说方法一就是说是，我都是照 RAW, 所有的照片都是用 RAW 照的，我把这个 RAW 照片呢，import 到那个 Adobe Lightroom, 这也是 Adobe Creative Cloud 的东西。完之后呢，我一般不带过度编辑，过度编辑就是说是把那个加很多的颜色，或者是增加那个把那个 shadow 提高 shadow, 这样会产生很多的 noise, 也并且看起来不太自然。所以说我是比较特别轻度的编辑。OK, 完之后呢，做一些轻度的编辑之后呢，我就会 export 到那个 JPG 文件。那个 Lightroom 就可以把所有的那个一大堆的就可以批量编辑，就是说 iLightroom 这个功能，你比如说你编辑了一个照片的话，把这个同样的编辑方法可以适用于其他所有的照片。所以说你照了1000张照片的话，你不用一张一张来修改，你就修改一张这个玩 copy and paste, 或者是 sync 的话，把这个你修改的方式可以全部适用到其他照片，所以说也速度比较快的。你做完之后呢，你比较满意的话，你就 export 到 JPG 文件。JPG 文件的话，就是说它会Lightroom 会就是变成那个有那个1234567 8，就是把这文件排序完之后呢，变成JPEG 文件。完之后呢，我会把它放在我的那个我设计的软件这个去散之后呢，产生那个新的 JPG 文件。这些 JPG 文件呢也是那个也是去过散的，所以说它比较它不再散了，所以说看起来比较舒服一些。完之后呢，最后呢，我把这生成的 JPG 文件放到 Adobe Premiere 里头。完之后呢，它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软件，我特别喜欢。之后呢，它就可以生成视频，就是这个就是当个照片 JPEG 文件 ，right?就可以生成视频，你可以加上音乐效果，就是比较 creative part 这个地方。OK, 完之后呢，另外一个后期方法，我最近我比较常用的后期方法就是说是HDR 的视频。
我比较发现 HDR 也可以做了，因为那个 software 支持也比较好，并且呢，你发现那个 YouTube 也支持 HDR， 现在的手机也有 HDR， 所以说 HDR 的话 ，HDR 的视频就看起来亮度特别亮，并且呢颜色也很漂亮，并且天空中也没有什么 banding， 所以说因为它的信息量多嘛，有 10 bit， 我们的 video 是一般是 8 bit， 10 bit 的话。颜色也多，所以说，看起来很好看。如果你要想产生 HDR 的话，你就用那个，我就直接把这个 RAW 文件，放到 HDLTF 去散，之后呢，不再生成那个 JPEG 就是 8-bit 的文件不够用，所以说我就生成那个这个 Apple 的 ProRes 422HQ， 这个HDR 的那个 HLG 的 form。那个 transcoding， 然后呢，它有实际上那每个 pixel 有bit depth 是12 bit， 所以说把这个 raw 文件的很多信息都在这个里头。完之后，你把这个 ProRes import 到 Adobe Premiere， 用那个 HDR 的那个 workflow， 你就可以产生那个 HDR 的视频。最近我这个用这个比较多，现在计算机速度也比较快，所以说这个几年前这个是非常非常慢的过程，但现在我特别是我最近买了个 Apple 的 Mac Mini 的M1 的 Mac Mini， 所以速度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说这些完全可以在有一定reasonable time 来完成这些任务。OK， 下一个关于原始就是 more advanced 的原始。但是你这个要做，你要从来没做过原始的话，你就说你不断的摸索了。不断的学习，在 YouTube 也可以看一看。但是如果只要你要有兴趣的话，你肯定会造的延时会越来越好。所以说你要是完成了你最基本的不满意的话，你可以提高。你现在想提高的话，你就可以做一个 motion time lapse， 就是说你 motion time lapse 意思说那个照相机不再是放在三脚架上不动，你可以用那个 slider。Slider 也是经常用视频里头用，就是 Slider 就是左右滑的那个东西，用 Slider 或者是用 Gimbal 现在的也可以也动得挺好的。然后呢，这玩 Hyperlapse 就是动得更多的，动得更难一些。Hyperlapse 我很少做 Hyperlapse， 因为这个太麻烦了。你一个照相机放自己在走很多地方，从这儿找到很远的长距离找，并且呢一张一张的照，所以说特别麻烦 Hyperlapse。 但是我做一两次就不想再做了，太麻烦了。但是这个 Slider 和 Gimbal 还算比那个 Static Timelapse 要麻烦一些，你要带一些设备嘛，这些都是比较沉的设备。但是如果你要开车的话，你可以带着这个，可以提高你这个延时的效果。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 Slider，下个这个应该是用 slider 设的延时，这是在 Crabtree， 现在是 Becca 的一个那个，你看这个在移动，就是说这是 motion time lapse， 这是在 Becca 的一个 fall， 应该很多人应该去过。下一个呢，这是用那个 DJI 的gimbal 找出来的， gimbal 效果也不错。gimbal 的话，它动的。它可以，它只要是 gimbal 自己不动，但是它可以上下左右动的，可以动的挺多的。Okay, I think that's it. 好，说完了。Okay. 非常感谢徐教授对延时摄影，和其他摄影技巧的分享啊。Before 我们 going on 呢，我们看一下。大家对徐教授有什么这个分享有什么问题好吗？大家都听懂了吗？好的，那我们就多进行 practice。有人要问问题吗？我有两个问题。好，你是谁呀？我是樊辉。你好。你好。听你的这个讲座学习了很多，我也没做过延时摄影，我就想请问一下，这个一个呢就是用你那个去那个驱散的那个软件，它可以批量处理，可不可以去可以批量处理，你可以把一个延时放进去，它就自动驱散之后产生那个文件，或者是产生视频，或者产生那个图像
图片。啊，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说的那个 Adobe Premiere，嗯，那个它是一个免费软件吗？哦，那不是免费软件。哦 ，OK。那个还是挺贵的，我记，挺贵的，应该一年应该，你要是买一年的 plan 的话，应该200多块钱。哦，要是 work for education， 你可以试试看你们学校有没有。你要做在你要在大学工作的话，有些学校有 subscription。哦 ，OK。但如果是有没有学校没有的话，他给的大学工作的人有 discount。啊，一年差不多200-300美元，或者是稍微多一点。嗯 ，OK。但是它很多 software， 这个软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认为。那个不能只用硬件。那个实际上。那个许教授，实际上那个做 ES 啊，我知道，有好些软件专门是拿来做 ES 用的，像 Adobe Premiere 这个是太专业了，要这种教授级别的人用的挺好。这个而且他吧，他是做一般 video 是特别好，但是做这个是这实际上有些比较简单的。简化的就专门用来做 time lapse 的，我知道，比方有一个叫做 LR time lapse， 就是他，我知道他，对对，好像他就是在那个 Lightroom 里面做，对，还挺对对，我知道这个软件，其实上用起来很难是吧？对，我以前也想过用过，我开发自己的软件前也想用，但是这个太麻烦了，这基本上只是 professional 在用，它其实上比 Adobe Premiere 还难用，是吧？对，你可以看看一些网上 tutorial，并且那个并且只适用于有些 limitation。许先生，我有一个问题哦，您这个 Mac 是吧？这个白颜色的 monitor 非常的漂亮哈，哦，这个整个这个形式我觉得也非常的独特，一般我们都是对着这个屏幕讲的，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您整个的这个肢体动作和我给你发一张，我是用那个我用的我的那个 Canon 相机传到我电脑，传到了这个，对，实际上它是用那个，我给你发一张照片，我不知道怎么发，实际上它是一个 external 的相机吗？反正用那个 USB 线，然后用连到那个电脑的电脑。完之后呢，它可以就说电脑就可以识别这个视频，完之后呢，这样的话效果还可以吧？还有景深的，还可以自动 focus。非常好，对，好的，很感谢，非常感谢。那我们的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一下。好的，鲁西。哎，你好，你好。对，谢谢您这个给我们耐心讲解。我就想问您一个问题哈，那个现在还有一个软件，现在你要是如果在网上搜的话，很多软件出来，它就给你列出来一二三四五。比如说有一个视频制作软件，现在叫 Power Director 的365，我不知道您熟悉不熟悉，好像是台湾人。你再说一遍，我好像没听懂。叫 Power Director 365。Power Director 哦 ，Power Director 不行。不行啊，对，你要是买的话，你就直接上到professional 或者是enthusiast 在用的软件，就是对 Power Director 不行。这个，你要是用那个 Adobe Premiere 肯定是没问题的。Power Director 是您不是还有一个就是 Adobe 出的啊？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您说的这个软件，就是 Adobe 可能有出那个叫什么那个便宜一些的软件。我记得 Adobe 有些 for 一些便宜一些软件也有，对，它是专门做 video editing 的，但是您刚才说那个不行的那个说 director 那个，但是那个是做视频的，可能不是做 time lapse 的，是不是？它应该也能做 time lapse， 只要做视频的话，应该大部分都能做 time lapse。对，但这个不行吧？我觉得 Cyberlink 这个公司，你要做的话，还是那什么，你还是用一些更好一些软件。是吧？并且呢，这个好像没有 Mac version， 它没有，只是 for Windows。有 Mac version。有 Mac version 吗？有 Mac version， 它那里面好像就是给你的那个视频库啊，就是你可以使用的动态的那个图片和视频特别多。可能没有您那个比较专业，是不是？这个是第一，第二个不是，还有一个就是 Adobe 的叫 Pro 什么。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个？我不知道。Premiere Pro， 哦，对对，它这个是比较专业的软件，因为它这个
你要看 YouTube， 我主要是所有的东西实际上我都是在 YouTube 学的，所以我是完全是没有经过任何系统的学习。但是那个我看了一下，很多就是 YouTuber 都是不是在用那个 Adobe Premiere， 或者是在用那个 Apple 的那叫 Final Cut Pro。 你要是用苹果机的话，用 Final Cut Pro 也是可以选择，也不错。因为 Final Cut Pro 你就是一次性交钱，你不用每年都在付钱。但是那个 Adobe 的话是 Subscription，你要是按月或者按年付钱，但是好像 Adobe 那个比较难用，好像比较适合这个 professional 的，功能比较多，是不是？你要是花几天的时间应该可以。几天时间啊？不是，因为它有更上怎么学？你不可能，因为像我的话，我觉得我得学一个什么傻瓜的书，就他告诉我做几个，我可能才知道它每一个界面、每一个这个功能是怎么用的。我因为您去学的话，您完全从 YouTube 上学，我不知道您怎么选这个教材，就是你怎么或者你已经具备这些知识了，就你以前经常抄。我一点都没有。2015年之前，我用的是 iMovie 的。后来 iMovie 的话就基本上谁都可以用，就特别直观的软件嘛。但是后来我就想提高一些，完之后就一直用 Adobe。刚开始可能稍微难一些，但是你要会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功能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说的那个跟您说这个还是不一样，就是也是 Adobe 的，但是不是一个版本，是吧？Adobe 现在都是 Creative Cloud， 也有可能有单独的版本，也有可能。但是我用的是那个 Creative Cloud， 它是那个 subscription service， 它的好处就是说是它升级软件升级的话，你也马上就升级，也不用付额外付钱。谢谢您。我有一个问题，再加一个问题啊，我楼宇，我做过一些 time lab， 但没有做过就是说这个就是 day to night， 完了还有就是 blue hour。你在这种就说 daytime， 你刚才说就是你用一秒钟的延时这个时间，要放 ND filter， 但是晚上的时候你还要把那个 filter， 就说你每次都是就说 stop， 你没有一个 continue on， 就是说就是你中间都是需要 adjusting 一下吧。你说这是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因为那个要如果是 day to night 的话，那个光线的差别太大了，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白天用 ND filter， 你晚上说你要再用 ND filter 的话，那曝光时间就太长了，对，根本就照不出来。我曾经试过用那个 variable ND filter， variable ND filter 就是你可以转一下它的那个字，它就更暗一些，可以更亮一些，就是 VND。我试过一两次就发现太麻烦了，这个并且呢 variable ND filter 它那个效果其实不特别好，没有 ND filter 的那个 quality 好。我后来就干脆就 quit， 我就是不用 ND filter， 并且直接调相机，对，就用相机，就是用还得用，你要说一般来说你要想做那个 day to night 的话，你还得用 aperture priority， 不能用 shutter priority， 因为那个 太大了。所以说你甚至 ISO 你得用 Auto ISO， 比如说白天用100的 ISO， 到晚上你可能达到800的 ISO， 并且呢那个 interval 也得足够大。所以说一般来说我 day to night 的话，我就一般用就是 aperture priority， 也不用 ND filter。 所以说我要一般来说不会照人的，我会照天空来说还可以嘛，因为云动的比较慢一些，所以说没有那种跳的感觉。所以就是说你在这个 day to night 的时候中间会好多的 adjustment， 就是说好多次 要去任何 adjustment， 就 是吧我设的就是固定的 aperture， 比如说是 4.0 或者是更低，我有些时候甚至用是 2.8 也可以。完之后呢，因为晚上需要曝光时间长嘛，完之后固定 aperture， 完成 auto ISO， 我 set range 一般来说100到800，然后呢那个 trigger 是一秒，就是你要是曝光时间超过一秒的话，它就用更高的 ISO， 并且呢 interval 的话差不多设十秒十几秒左右，或者更长一些，因为是 day to night 的时间特别能有4-5个小时，你要4-5个小时过程中的话，要是你的 interval 当然可以长一些，如果太短的话那个video 就太长了，比如说我可以用30秒的 interval。 我的意思就是说 daytime 你的那个就说那个曝光的时间就是有可能是比较短，而你晚上你就会就说你那个曝光就每张照片那个曝光时间就说会变的。对对对，
是吧？那你就是说你是要手调的。No， 因为是有那个照相机不是有那 aperture priority 吗？它会自己调曝光时间呢。aperture priority 就说是那就是快门优先。你说晚上的时候你给的，嗯哼，对呀、啊，也哎，你看看你是用什么相机？你是用我记得应该是用 Canon 吧？对，我是 Canon 的。对 ，Canon 应该有那个 A 那个档吗？哦，你是放到 A 上面、啊、对对对。哦哦 ，OK。完之后呢，但是有很多闪了，所以说我用那个我的软件去闪，还效果还算可以。OK OK OK。嗯哼，你可以试试看。你先别做，等一下我。Day to night 难度比较大，你可以设一下那个日出日落，你可以用 A 那个档，但是日出日落那个曝光的范围没那么大，所以说你可以先试试那个日落。OK， 我一般就是说的、照的是什么晚上或者是白天，没有、没有这个早上没有没有，对对对 ，OK OK， 对，好，有点难度的一个过程，但是日出日落还可以，对对对对，你可以先试试日出日落。OK， 好，谢谢谢谢。啊、没关系。哦，不是占用时间太多了。哦，没有，再次感谢您，也感谢大家的提问。好，我们现在的主讲人呢是于文金于木老师啊、那么他呢是南北卡自然摄影协会和北卡 Carry 摄影艺术家俱乐部的成员，他喜欢拍摄风光、舞台、微剧等多种题材。作品呢多次在当地的报刊和网络上发表，曾连续十年应邀为北卡华联春晚摄影，他的作品呢也是非常受到我们大家的喜爱。那么现在呢就有请于木老师的分享。谢谢谢谢介绍，老师不敢，我看了一下这我们这里参与者好多都是我的老师，比方说我这于丽云老师都是我们这拿大奖拿的手软的老师之一。这个我今天呢坦率地说，我就给，因为时间确实有限啊，你说在几十分钟内给大家说怎么样摄影，我觉得只有教授级的能够总结，所以呢我就拿些照片给大家分享，然后呢看有时间的话大家提问题，然后我们相互探讨好不好。对，我现在来share我的 screen。 你们现在看到我的屏幕吗？有看到。看到是什么？看的是哪一个？跑马观花拍风景。好的，我们就跑马观花嘛。你们看的现在是一个大屏幕对不对？嗯、是我有这个鼠标在动这个屏幕。是这个鼠标在动这个屏幕是不是？是的。好的。我说跑马观花是因为确实是我们就只有这半个小时大致讲一下风光。那我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两年拍的一些照片，一些跟风景有关的照片，然后呢大家看一下，然后呢我们来做一些讨论。我选了两个秋色油，秋天我这个人比较喜欢颜色，所以呢秋天的颜色特别丰富。所以呢这有两个秋色油，第一个是2019年的一个 Colorado 的一个十天的秋色游，然后我们从 Colorado 游了大半个Colorado。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去年在我的南岭大道的一个人的孤游。第一我们先看一下这个2019。这一次游呢我是跟到有一个我们著名的风光摄影师叫孟中化，他本名叫徐梅，可能有不少人知道他。然后呢我是跟他的
一个团，我们有六个人，一到，然后呢，经十天从丹麦出发，然后往西进军，然后一直最后回到丹麦。我想把我的这里面一些照片呢，我分几个组，根据这些一些拍摄的内容题材。第一个呢，我也不知道该取个什么名字，本来都是风光，所以呢，我就说就叫第一组叫典型的山山水水。那典型怎么个典型呢？你看我这样实际上也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拍风光吧。可能大家都听过好多老师讲，比如说前一段张庭老师讲这个贴风光，拍风光，风光片是比较辛苦的，因为为什么呢？一般都是在别人还在睡觉的时候你起来拍，然后别人吃晚饭呢，在喝酒的时候你还在外面，就是中午你不出去。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这，我就这第一缸就是我们的一个行程啊，就是我们第一出去的第二天早上，天不见亮，你看星星还在天上的时候，啊，我们就出去了。那太早，太阳没出来，太黑，拍什么呢？就可以拍这种啊，这个光绘，所谓的光绘，就是拿一个，比方说红色的这个啊电筒，手电筒或者一个头灯，一个人拿上它就这样转。就这样转，然后边退边走边转，就造出了它这种光轨，也挺蛮有意思的。然后呢，这就是太阳出来之前大概5点钟左右，我们基本上那10天每天早上差不多早上4点出门，晚上11点回家。那接下来你看，等一会儿我们等到，那我们希望拍风光的人都想等到第一抹阳光出来。你看当时第一抹阳光刚出来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多数人还在床上睡觉的时候，你看这个时候它的阳光啊，就把这个天空的云彩啊就染蓝，非常的壮丽。那可能大家也可能会不会跟着加州的山火混起来，但是呢确实就是这样。再接下去以后，你看到天这个阳光啊，就把所谓的天空染的彩色啊，这个云彩就是五彩缤纷。早上再过后一些，然后天更亮了，你就可以看到，你看那个山顶后面的山比阳光染成了金色。然后呢全景就看得更加清楚。这是更后一些，同样一个地方。这一张实际上是一张傍晚了，接下来我们有几天的话，拍风光一般都是希望有些天上有云彩，就像我们刚才那种了。但是我们在很多天就没有多少云彩了，但是到一个晚傍晚的余晖还是挺漂亮的。你看把这个山打的这种金色的山，加上下面一些这个啊一树白桦这些，挺。这一张照片我拍的，这是就是让我想给大家说的简单一，大家可能听说一个叫做堆栈技术的，就说有些我们拍这个流水啊，我们想把那个流水啊有流动的感。那么有几种方法，一种就是说我们拍慢门，就像刚才徐老师讲的，我可以拿一个这个 ND 的这个滤镜，然后呢我就使你大白天我也可以抱很长的时间让长抱来看的水流，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方法的话，我们叫堆栈。堆栈是什么拍法呢？就是说比方说有个地方我很忙，我很急，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慢慢的搞长抱，那我就不拍长抱，拍特别慢快的抱，哗啦哗啦拍上同样的曝光，拍上上百张几十张，然后在后期用这个 Photoshop 的一个叫做堆栈技术，就 stack 把它们连起来。因为你它可以自动的，这个软件里面可以自动把你不动的地方啊，因为它有相对参照，它就变得不动了，所以就把水啊就变，因为水是流动的，所以它就有那种流动的感觉。我就把这张照片选择就是给想大家给
简单介绍一下，这也是一个傍晚的照片，你看天空可惜没有了云彩，但是山还是挺漂亮。当然我们在往西部走了，西部这个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牛仔，在秋天的牛仔，你看把骑着马撑头飞扬，这也是一番秋天的景象。当然看到牛仔了，我们肯定也就有牛了，牛可能在秋天里面也是一道风景，我觉得哈。然后有些科州有些地方真是很美，像这个水，你看这个水真是像玉一样的水啊。这个当然会作诗的人肯定是在那儿会这个大大的哪一首，像我妈只能哇好漂亮好美的水，黄颜色比较多一点。然后的话这个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叫我们到云南丽江说一米阳光，这个可能我觉得是正合适不过了，真的是这一道光线，你看在这个从升到那个山脊上这种树上去，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这个也是晚霞，你看晚霞把这个山不但把山点了红了，你看这个水，左边的水基本上它这个倒影下也形成了这个非常红的水斑，蛮有意思。这是一张非常早上的阳光刚出来的时候洒到山顶上。我刚才说那个我们出去几天呢，前两天还可以，天空云彩比较多，那照的还比较喜欢。后面大概四五天六七天都没什么云彩，光半天我们得直接照其他的题材了，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秀一下其他题材。我想是这一天挺有意思，这一天早上我们同样盼望了那天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天，然后呢希望有云彩。这是天没亮之前我们看到了天空有我们希望的云，这是我们要回来的第二头的倒数第二天接下来太阳马上要出来了，就像我们头一天是你看天空那个突然一下就把云彩就染红了，大家的兴奋呀。然后接下来这种所谓的耶稣光，你看洒到了地上，从云彩里面透出来照亮了一块地方不断的移动大家特别的 exciting。 你看这同样这一束光就洒到了地上。然后这是几个在这儿照的工作照，兴奋呀。这是大家照了以后，你看这是在这儿感谢上天给我们赐来的这么好的景色，在这个队长的带领下，大家在这给上帝磕头，感谢上苍。所以第二组的话，时间关系我就跑非常的跑快了，我就看第二组排树。看到我为什么那次去卡拉多呢？实际上就是卡拉多，我们知道在美国它有很多很奇特的白桦树，这是特别 unique 的，这边特别到了秋天特很漂亮。那我刚才讲我们拍风光的话，希望有这个天上有好多云彩，然后呢这样子的话我们能拍出不同的东西，但可惜我们遇了好几天光半天。那光半天大白天我们拍什么呢？我们就去拍树了。下面我们就看一些树哈，也像这一种树，我们也就种它的背景呢，很多这种在这种常绿的沙树松树之间就透出来一些黄色的这种金黄色的叶子，感觉就好像洒到那里金粉的感觉。这是同样一个地方这不同的构图
这一张也是我们有一把，我有一把这个背景拉暗一些，这样突出这几棵树，它的这种就像几个舞者似的这种味道。嗯，树照样树。如果我们用超广角的镜，然后往天空中拍，也能拍出这样一种大家树聚合到一起这种感觉。或者是我们通过树叶的背后来拍这种阳光照射过来。这一个我把它放出来是我觉得特有意思的，不经意照出来这样一个背景，你看到就感觉到很像那种中世纪的那种油画的那种味道，自然的那种味儿。所以这刚才我讲的那种白桦树哈，你看白桦最有力可就是它那些人眼睛，那树干上的眼睛一颗一颗的。在拍树的时候，我们啊就说大白天要玩一些不同的花样，比方这一棵放射性的，我说这一棵这个眼睛，这一棵眼睛的光芒啊，这个怎么拍呢？就是说先把它用三脚架架好了，然后呢争取用长曝，比方说30秒，你可以加个 ND 滤镜什么，这样控制你曝光很长。然后在边曝光的时候，就把那个相机的，把那个 zoom 就逐渐的旋转那个 zoom， 这样子的话，就是拉长拉近，就变成了你看就把拉成了这种光。这个并不是后期而为，就是实际上曝光照相是曝光就照出这样一种效果出来。还有呢，拍这种树，我们还可以用多次曝光，就是说一幅。当他一幅作品可以 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两次曝光三次曝光不同的景，把它 combine together， 也是挺蛮有意思的，挺好玩。另外一种就是一种印象的拍法，这就显它这些树干，你看这个全是这种白桦的树干。那这个照片怎么拍呢？这个照片实际上说起来也很简单，我们叫鸡爪米，我们给它取名就鸡爪米。把相机靠到头上拍的时候，一拍头一爪，一拍头一爪，就是边曝光，就是用比较慢的曝光，比方说1/4、1/20秒这样一个速度，然后迅速的把脑袋一爪，相机就是相机往下上下一这样一动，就拍出这种印象东西出来，也蛮有意思。还有秋天秋色啊，不但是在往上看的树，是让你到了那个湖边啊，你看那个水那个金色啊，会把它反射到水面上，挺有意思的。你看这个白色就那些树干，那深黄色就是实际上就树叶，然后的水波浪轻轻一动，你看就形成这样一种这种图案，我们叫这个在英文呢叫做abstract， 就是说一种抽象的东西吧。也蛮有意思的。你像这张照片类似，然后呢突然下面有一颗小鱼在里面蹦了一下，哎，其中这么一个浪花反出这么一个浪花，也给在这个画面增加一点趣味。那这幅照片你看啊，这幅照片你说嘿，这个树是立的在水里面的，怎么回事？实际上很简单，你就水拍在水倒影，然后再旋转180度，让它倒过去再倒过来，就是树就成了，就站了在水里面的树了。另外我们也拍一些夜景。这个我们这是第一天，我们到丹佛嘛，就住到那个 motel 上，就站到阳台上照的这种照片，这种丹佛的夜景。那这是一个乡村，我们到一个乡镇，你看在山沟里面的一个乡村，等到傍晚，这个各个灯刚刚打起来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的黑暗，所以你可以看到天是
非常的难，然后星空也有了，但是下面看了这种漂亮的村庄，也得蛮有意思。这是一个湖边的夜景，我们在这个湖边拍了不少照片，那天晚上也是。比方星空就前面别人正好有那么一艘小船在来做前景，还有后面的星空。就在同样一个地方拍这种萤火，有意思的是一般拍萤火的话，别人都会选择非常黑暗的天，没有月光，但那一天恰恰就是不但有月光，你看到这个月亮啊还挺亮的，这个换言之就是在同样一幅画面上又有月亮又有这种萤火，这种片子还是比较少的。当然这个曝光比较脆弱，就是说你这种月亮爆了以后一定得给它在后期把它尽可能压暗， otherwise 的话那就全面是一个白洞。所以那几天晚上我们基本上每天晚上差不多就去拍萤火。这也是在一个地方叫做East Beckenwith 的 Mountain 的地方拍的这种萤火。这是一个叫做烟囱山的地方，不知道美国或者全世界有多少烟囱山，我知道北塔有一个，这也叫烟囱山。这是另外一个湖边。这一块地方这实际上是这个科州最有名的一个打卡景点。这个景点叫做叫做什么，看这个名字叫做Marron Bells。我们这次出去有意思是我们这个梦中话呀，就是说我们尽可能不去任何国家公园和这个哪怕 state 公园，这是唯一一个我们路过那儿，早上四点过到这个公园的时候已经说不行了，里面车子已经太多了，我们不能进去，不让进去了，所以我们没办法都错过了这么一个打卡点。等到晚上十点过了我们再回来路过这，然后我们说我们是要去看一看，所以就进了公园，那时候差不多都是将近十一点了，特别特别的暗，所以这张照片实际上是在一完全黑几乎完全黑暗中照出来的，所以那 ISO 当时也用了特别高。这张照片好在后面这个用比方说这个AI 降噪再加这个 Photoshop 能够把它慢慢的还原出来，能看到这个味道虽然不是很好。最后一个就是说几张航拍照片，所以航拍实际上就是用这种这个无人机呢，就像无人机，因为它的站的角度不一样，跟我们一般那种人眼看的角度不一样，它会有不同的视角来展现出来，也蛮有时间蛮有意思。比方说这一条下面的这种弯弯的河流，十八弯的这种河流，你看它那种意思，这种有点装饰的这种。盘山公路，你看那个上面的汽车在上面转，同样，所以时间关系我就跳过来。然后呢，我这次讲2020年也是秋天，那我这是一个我说叫单骑闯南岭。这个南岭公园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白卡，在旧岭我们不远，每年的秋天我们都有一帮朋友会几家人要到山上去住一年晚上看看，但是呢我们总是在附近的一段段，要么今年这一段呢，那个明年那一段呢，从来没把这个南岭跑完过。所以我就在想，当时我就想说哪年要我退休的话，
我会从东到西或者从白到蓝给它全部跑一次。结果去年呢，因为 pandemic 哪也不能走，然后呢我发现我有整个有20多天的假，要是不用的话，公司说只能给你转5天到明年，那我其他就浪费了。于是我说嘿，这给我一个机会啊，我就这个提前实现了计划。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带上了我自己这么一个 SUV， 它呢又是我的代步的工具，又是我的旅馆，也是我的厨房。所以呢我就用了这么一个车，带上了一个车子，我一个人从最最的东北边，这个叫 Front Royal 这个地方，然后呢经过了我们叫仙人洞国家公园，然后经一路朝南，然后大概差不多10天左右到了最南端，然后在大雁山国家公园就待了2天、一个人蛮有意思的。所以呢同样我想先呢也把它分几组，我发现这个也有意思，就是说我的照片这看来呢有几个跟它几个主题，一个呢我觉得是典型的南岭，啊这个岭写错了啊，南岭风光，所谓的典型的南岭，这就是所谓大家可能认同这个，应该可能同意我，这个就是典型的。你为什么叫南岭？你看早，特别是你早晚，你看这个，从这个布鲁瑞杰上，你看其他的山呐、就这么样子啊。所以我就说，这是典型的我们看到一般人认可的南岭风光。那这是我在路上的一个状况，车子停到路边，然后就下来拍。那也是我基本上呢就是说我晚上都是住到这个 camping 点，那 camping ground 的，我就把车停到那儿，也不搭帐篷，就睡在车里面，然后呢自己拿下来，自己有剩饭的可以做饭吃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每天早上也是5点过自己就起来，所以每天基本上是等到太阳出来。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白卡的一个这个 Blue Ridge Park 上面一个有名的一个点，叫做 Devil's Courthouse。 这个地方呢可能也中文翻成叫魔鬼的法庭，这个地方原来走那地方过了很多次，从来没不知道，这次你一个人嘛，你慢慢撞到山顶上去看去了。这个地方据说是拍这个日落最好的地方。这个有意思是当时这个云彩特别有意思，你看上面一条条像沙丁丝一样，一会儿可能我会看秀更多具体的这样的一个。那这也是暴风雨要来临的时候，在只有一块这一块地方，这个天空，这个从云块云层的洞之间漏下来的阳光。这是这个路啊，实际上我们、发现在南岭啊，你不要说你老待在那个南岭上，实际上从南岭公路下来，旁边那些街外生的枝，那些小路啊，羊肠小道，实际上是往往是非常漂亮。比方说这个是 Highway 276的 SARS 那一段公路，这一段公路也就是通向有一个瀑布叫做Kenningas 那个瀑布的那一段特别漂亮。这是一张航拍，在拍有名的打卡景点那个 Cove Diaduct 那一段地方。这一张照片可能有不少朋友可能都看到，我们在群里分享过啊。这个地方，
这个岩石这个地方叫做 Rough Ridge， 这里我们也不远也不远离那个 Covey 大爷大，这也不远的地方啊、因为它上面有几个岩石特别的漂亮如画，所以经常去。这天是正常碰上了这小两口加上他们的狗，高高兴兴的。然后呢他刚一走，这是我们的东风大师在来拍，你们看认出来没有？东风大叔拍了，然后呢他刚走下来特别有意思。这个照片我会反映出来。你看这是东风刚一下来，这个大浪海浪就冲过来了。这个实际上不是海浪，就是那些云彩，很奇特，几分钟时间不知道从哪来的，一下就把整个山全部覆盖成云，然后隔了几分钟又全部退掉，这个是非常壮观奇特的壮观。那个东风你在这儿可以作证。这是南岭上的云。这一棵树，我说他们，我这棵树啊，我发现呢，网上搜了一下，我觉得他们也是网红树，在南岭上多少年风风雨雨，我就说这老两口相依为命，你看他们相互守候，而且相互身体都往相互亲，这是非常好的一幅恋爱的故事。这两棵树我曾经拍过他们春夏秋冬不同季节，但每次走到都还是想去给他们拍一个 portrait。这个是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暴风雨刚过去的时候，这个也是清晨的，正好刚下了雨，你看那个水雨水在那些椅子上，然后各种云彩海云，这是日落的时候，这个叫做叫 Looking Glass Rock。这块树不知道有谁能够知道这是哪，我觉得可能有不少人都知道，凡是到过这个圣拉多这个国家公园这可能都看到，我也不知道这块地方有什么个美，但是呢就确实有不少的人到这一块地方去。当然这里面那天还运气碰上几头小鹿。这张片子应该是在大雁山了，下面我主要是就想看，你看这个，你如果拍曝光比较慢的时候，你看这个车过的车灯在这形成这种光轨，蛮有意思，就像彩带插到这地方。这也是这个大雁山的 Kid Cove。这幅照片就是说我们 常常讲的有一种构图，就是说 frame， 这个 frame 呢就是说你可以用一些自然的东西，比方树，上下的树，上面的树，下面的树，然后构成了一个画框，然后中间几点来选这种在这个斜阳照的这种一些树子，金色的树子。实际上这次照的最多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南岭上就是日落日出，所以我把它分了一组。这个是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再看我们在那个就是 David's Courthouse 那块地方那一点山脊，你看到这儿，那天是这张四张日落的片子，完全要弄。我这个主要是我非常 amazing， 就是这个云彩，你看这个云彩就像
大妈的中国大妈的纱巾，巨大的一块纱巾上面。这是应该是一张是日出片吧，这一张，这是日出片的。Again， 你看这个云彩也是，这一张白纱巾在那飞舞这样子。耶稣光，这是早上刚下了雨那天早上，看这个光从云彩透下来。这是清晨在维吉尼亚。日出。啊，另外一个，这是我这次的意外发现，就是说，发现实际上沿着这个布鲁瑞街上啊，除了这看着山、看红叶，这里有很多很多的瀑布，甚至有些地方那个瀑布啊，就可以在那集中拍一两天，啊、那些小瀑布，实际上有时小瀑布挺蛮有意思的，当然这个瀑布是比较大的一个，这就是那个叫做 Looking Glass Fall 啊， Looking Glass Fall， 你看在如果从这个角度你用慢慢来拍，你觉得他们还是挺文静的啊，静静的这种流细细的，但是你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拍，那这种比如说我速度快一点，不同的角度你也感觉它有那种气势磅礴的味道，是这样的。同样换言之，像一个人他也有不同的特征，你看得出来哈。这个瀑布叫做 Snake Rock Fall， 这个你刚才那个 Looking Glass Fall 不是很远，差不多40分钟开车山路吧。它这一张片瀑布不是很大，但我把它选出来挺有意思。你看这个光啊，太阳光这样跟它形成交叉，这种味道我觉得蛮有意思。这个瀑布是在这个很纳多的这个公园里面的 Big Meadows 那边有一个叫做 Dark Hollow Falls， 在下面就在他那儿就有很多很多的小瀑布。瀑布在秋天拍这些小瀑布挺有意思，因为有时间你会有一些红叶呀、然后加上一些藻类呀、这些苔藓植物啊，这样有些不同的颜色。像这一个非常小的瀑布，实际上也就两尺高三尺高。然后呢你看这个太阳的余晖照过来把这个瀑布染成金红色，有时间你慢慢看还是挺有味道的。是同样这是一幅很小的瀑布。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呢我就很快的就跳到这个地方。我想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就是说可能会大家会问说你的我知道，因为前几天也有朋友说你们要讲，你跟我讲什么呀，你这个讲讲你后期吧，这个你后期是怎么，你换言之我的后期流程是怎么样做的。我用了这一张 slide 来总结我的后期哈。因为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做法。但现在我觉得呢，可能我也是倾向比较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说都用 Lightroom， 然后呢可能再结合有些 PS 或者其他的一些插件。那就对我来说的话，我差不多95%的时间，或者说95%的片子，基本上就是在 Lightroom 里面做了。我知道有很多大师，
那就是我们只是在里面非常快的过一下，简单的调一下，然后迅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 Photoshop 里面。但是我呢，我是反其，我基本上说，甚至有好多片子的就不进 Photoshop， 直接在 Lightroom 里面调一调就完了。当然有些有部分呢，我也会用其他的插件，比方说这个 Topaz 的现在用的 AI 的 Delois， 比方我刚才讲的那种夜空，如果说夜空我们 ISO 打得太高的时候，噪点太大，那我们可能会用这种降噪的软件帮我们降一下噪。然后呢，也有个别的照片，像我们要刚才说的日出日落，就是我要反映它的一种比较绚丽的颜色的时候呢，我会用另外一个，就是 Google 原来有一个免费的 Nikko Collection 这个软件。现在虽然这个软件被另外一家公司收了，他们又重新卖钱，但是我这次就用了以前的 Google 的免费的插件，有时间偶尔我会用他们这两个再加 PS， 但是这一期基本上这三部分不超过 5%， 看情况。大概我 slides 我可能就长不到，我可能再花几分钟可以给你看一下，比方说我在这个 Lightroom 里面，这个 Lightroom 的我可以非常快的介绍一下我的 Lightroom 里面怎么的操作这个照片。我觉得可能这是有不少朋友关心的，就说真的 Lightroom 你怎么做。我因为时间关系啊，因为这个我就不怎么样怎样装 Lightroom， 怎样去把照片放进来，那我只是说我把照片现在已经放在 Lightroom 里，我这现在你看我这是哦，现在我得把这个换一个地方。你看啊，我这里面就是说我，你们现在能看得到吗？看不见 Lightroom， 只能看见 presentation。啊 ，presentation 已经关了呀。等一下，presentation， 现在看得见吗？现在只能看见你。哦、oh, ，OK， 只能看见。share 那个 Lightroom。好，我重新切一下。嗯。现在能看见吗？看见了。好，你看啊，这个 徐老师刚才讲也讲过 Lightroom， 这个 Lightroom 是 Adobe 的一个照片的管理和以及照片做一些就是说不是的特别的，就是一般的 editor 吧，我会这样讲吧。那我这是现在把我的照片就全部就。我再举个例子啊，就刚才你看你们已经看到过有几张照片，我这秀的就是在南宁上的几张照片，我把它全部放到这个 Lightroom 里面来了。然后呢，实际上现在的 Lightroom 版本呢，他们做的是我觉得跟我实际上我可以这样说吧，我在 Lightroom 我用的还是比较熟悉，我是从 Lightroom 的这个它的 version 2就是第二版本吧开始用，这是现在已经用到，你看已经用到版本13了原来是 standalone 的软件，现在呢是必须是 online subscript， 实际上呢也还不贵，如果你包括 Lightroom 和 Photoshop， 那么一个月就是10块钱，不到10块钱，9块9毛钱这样呢，它所谓的更新，这两年 Lightroom 加上了很多人工智能的东西，是你让编辑这个
照片的话是相当的 powerful。 这个我现在你看到啊，我这几张照片就是南宁上的几张照片，这上面你看我都是排的 RAW 文件。因为为什么排 RAW 文件呢，就是说他拍的他的记录的信息很多，这样的话你会好的东西不会丢失，如果你 JPEG 的话就丢失了很多的信息。这样的话我们，而且呢有一个往往你们会看到这拍 RAW 刚看到 RAW 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个照片看上去木木的那样子，就说死灰死灰的，是你跟着你的 JPEG。 有人老是在网上说我这个照片是原片，我根本没动过什么，但是他跟我们分享的是 JPEG， 你搞清楚没有，所有的照片你不动手脚，那个照相机厂家已经早就给你动了手脚帮你了，他们帮你编辑，看上去更加绚丽更加鲜艳，反差更大，更这些实际上是别人帮你做了而已。所以 RAW 文件呢就说你 control by yourself everything， 你来 treat 这个照片。我举个例子，这张照片你看，显然我们在这儿看好像天空是已经有些过了，你看这个我们看这个直方图已经过了，但是当时我为了这个把下面的排的多一亮一点，所以就过了一点，因为现在的相机实际上有很多像素我们是可能拉回来的。在 Lightroom 里面的编辑实际上是对拍风光，我可以说很简单，可以说一键排成，一键编完。你看这里面有一个，你们看到这个，我这个小箭头这有一个叫做 Auto， 是不是？你按一个 Auto， 它就把这个照片呢，它就会给你按照它的计算来处理一次。但是我们这一看，这张照片仍然是天空过曝，所以我们把这个曝光可以减一点。那么减一点，你看天空开始就出来一点东西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把反差增加一点，因为这是秋色嘛，所以我们把这个鲜艳度给它增加一点，秋色就是秋天的红色，是不是就出来了？你看蓝色也出来，而且这个晚霞把山空天空照亮也开始出来了，是吧？就多数你看了就差不出来。那么风光片我们把它的 clarity 就是清晰度增加一点啊。嗯，把清晰度增加一点，这样呢你就看到一些细节，就是说更加锐化就更出来一点啊。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这个降这个，就是说这个去雾再稍微一点，那么你看天空看得更加清晰一点，对吧？然后呢你说哎，你现在开启跟开设这张比可能好一点了，你比方说我们现在比这张或在之前，你看啊，这一张我可以说是这样来看啊，不对啊，你看啊，这张照片回过来啊，这张怎么给我回全回去了，全部搞回去了，搞错了。哦，我先。啊，这是现在我们编后的，你看跟编之前的照片你来比哈，你看这是我们开始的原片，然后这是我们经过了就这么简单的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吧，这种编辑这种照片看上去是不是就稍微跳出来一点，秋景就更浓一些，是不是？当然这张稍微有一点过，但是你可以看出大概这种就是在 Photoshop 这个 Lightroom 里面的。另外一个来自我们一个非常强大一个这个就叫做 Granularity 这个 field， 这个啊就是传统的我们好多都得用这种渐变镜来做，你看现在在 Lightroom 里面来做，我这样你看我把它往下拉，然后呢我先把这个 effect 给改到吧，就说这个我是我没改之前哈，这是原来的，那你说我先把天空稍微降一点点，那我把这个曝光减一点，然后呢我把这个色温降一点，能让它天空更加蓝一点，是不是？嗯，这样蓝一点，然后稍微提一点红，这样看到那种天这一段更红一点。
这个是不是就这种就所以很多时间呢，现在很多照片像云曼，你们大家都知道著名的云曼以前专门写过一句怎样用风光照片的这些各种各样滤镜，他现在说他不用了，他因为他就因为这个 Photoshop 这个呢这个后期软件有这么一些功能，就是他就可以把那些 physical 原像要拿去，每次还得去安装，还安的不合适的，或者说拉下来把天空又档案了，这些都不要了，那就直接就这种软件就帮你处理这样。这是举个例子，一张照片啊，那这张照片同样，你看这张照片明显过曝，对吧？但是如果你说我们用这个软件，我们你看只需要你一键 auto， 啊，这个就不那么过了吧。然后呢，你说我这一块三栏我要更清晰度，我要增加点，这表示以这个蓝领这个清晰度我增加一些，对吧？然后呢，我把因为这是傍晚这个秋色，我要给它稍微再绚丽一点啊，对吧？然后其实这里面有好些功能，比方说我们同样用这个渐变镜，这个时候我渐变什么呢？我不渐变它亮度与否了，我渐变什么东西呢？你看我把这块 F 给打零，我说我要增加它的一个是增加它的这个暗部的，把这个阴影部分的亮度增加一点。另外一个呢，我说我要让这个蓝领呢更加蓝一点，你看我就把这个色温减少一点，色温降一点，你这个蓝就更蓝了。然后呢，我增加它的清晰度，是不是？然后你来看，就这么简单的几秒钟时间吧。你再来看原来这张照片，我这张照片，所以在 Lightroom 里面的话，实际上是功能蛮强大的。我才讲了这才讲了一点，实际上 Lightroom 实际上我知道我们这里面有些像我们这里的大拿，我们的这个杨建平，这个啊，我们白卡舍友群的帮主，那他就说他就不用 Lightroom， 他就用个 Camera Raw， 因为实际上 Camera Raw 啊，基本上跟这个功能看上去差不多，但实际上 Lightroom 包括了所有 Camera Raw 的功能，而且呢有些更加直观，而因为它就这样一下往下走，所有基本上你走到底啊，把每些各种各样的功能调节。比方说这个地方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想有意再增加一点红色的饱和度，因为我们要想反映这种这个日落的时候那种绚丽。比方说你看这个饱和度，我要想增加哪，我就拿到这个地方来，我要增加这一块地方的饱和度，我把这个拿，我搞错了，搞到哪去了，这按照饱和度啊再来。哦，我这个没回到这边来，所以我如果说我在这要增加这一块的颜色饱和度，你就往上拉，你要减哪个地方饱和度，你不要往下拉，你看这个没有了，就这么简单的拉。那这个地方我说饱和度我要增加一点，让它更蓝一点更绚丽一点，就这样往上拉下，就是用起来特别的简单，嗯，所以 Lightroom 的功能实际上是相当强大的。大家有兴趣的话，以后我可以专门抽比较长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Lightroom 的其他一些功能，很多很多。我们现在主要讲多数都是一些比方说 global 的 adjustment， 但是有些 local， 当然这上面基本上都是 local 的 adjustment， 就是说，比方说这一个我们看了这有些镜头不干净了，我这有几个光斑，你看这有几个回点，你再只需要你把这个地方拿出来一拿就没了，对不对？对，然后的话这就去掉了，它就跟用旁边的颜色来代替就去掉。所以因为今天时间只有这么多，我就到此为止啊，一个就是说啊，这个拍风光呢确实还是比较辛苦，但是也有时间呢你可以去大白天的时候可以拍一些小品，比方树啊水啊这类东西，
另外呢，后期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 Lightroom 的一点点的 basic。我建议，如果你比较连续的、比较想 serious 去 play 这个摄影的话，我建议你去这个 subscribe 这个 Lightroom 和 Photoshop， 这是而且现在他们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用起来，而且它呢 Lightroom 还可以帮你来做管理你的这个你的照片，这样子的话你便于你去 search 你的照片啊，你去就说管理你的所谓的照片，这些你看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像 Windows Explorer， 你所谓的照片按 年月日按这个内容，你可以把它 organize， 这个相当好、yeah. 我就到此为止吧，因为这个时间太有限，我就开始 stop 我的 share、yeah. 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交流。于老师，你那个 drone 是什么型号啊？我这是那个很老的那个 Mavic Pro， 但是是第一代出来的。Mavic Pro 是很好的，我是用那个 Mavic Air 小一些，现在效果没不太好。最近前两个星期刚出来最新款，那是相当棒，也是 Mavic， 他就必须戴着那个眼镜，就像 Google 眼镜一样。那就完全你在天空飞翔的感觉，你可以做很些高难度动作。对，那就是那是 FPV， FPV 就是说 First Person View， 对 ，something like this、那个相当棒，那个。我看的那个广告，就是你说的那个像是飞行的那个东西，是说你飞的时候你也戴这个眼镜，完了就是说你看见它，你的这个就是飞机，你的这个无人机啊，在上面所看到的东西你眼睛也看得见，是吧？对，就是就相当于就可以看见了，就相当于你坐到那个飞机上在一样。 OK 没有像打电子游戏的感觉。OK 所以谁买了吗？有些的高难度动作可以做出来，一般来说对，就一般的那个一般的无人机的话，就你就不敢离很多东西很近，它那个东西的话你可以穿越很小的空间也可以穿过去，所以说弄一些很有趣的效果，就像飞个小就像自己在飞机上的感觉。对挺好的，但是那个不是特别好用，一般人得练一段时间才可以，就是说有可能撞在什么上面去。对，很多人都撞，他们那个专业的也经常撞，但是他那个挺扛撞的，所以说撞一下也能掉地了，也能继续还能飞。我的无人机也掉过好几次，还结果还不错，还没坏，说大疆做的还不错，大疆做的还不错，这个在挂在树上了。挂在树上完之后呢，还掉下来了，还活着，还不错，做的质量还可以。那是因为你还能够找得到，还是说它掉了完了，它自己还可以再，你可以再给它飞起来？对，我是挺费劲找到的，因为我看最后的 signal 完之后呢，看见那个它周围的环境，所以说到那儿，哦，我就看见哦，怎么在树上呢？我就把用东西把它给捞下来了。OK。就是说他自己不会说的你掉到哪儿了，完了你可以再给他 control 完，让他从那个地方再飞起来。 那就他不能再飞了，那就在、okay. 他在平地方，他这个翻过来他就不能再飞了。 OK、那我们下面呢就是进行了艾贝尔秋季比赛，因为刚刚结束，所以呢我们想请我们的评委们来一些部分照片的点评。这个是成人组投票，就是大家读者投票
最高的，这是一组照片，是一组日出的，应该是照片，叫做北海东岸看日出，嗯，有五张，这是其中的一张。我们看的还是那个 thumbnail， 没看见那个大的。嗯，对，你要分享，嗯。哦。要看这样的大片，看不见这样的啊，还是小了是吧？嗯。现在看来这个是这样的屏幕，对不对？小的屏幕。嗯哼。里面是吧？嗯哼。打开之后，要全屏吗？这样吗？对啊，要分。对，把它打开以后，然后分享了。哦，我还没分享吗？嗯，没有吧。你把你另外一个屏幕拿过来，你肯定是两个屏幕。嗯。我把它关上试试看。先 stop 吗？嗯、现在要第二，嗯，现在看得到吗？啊，刚才闪了一下。这个呢？又没有了，还是跟刚才一样，很多都是小的 some。那我先 stop 试试看。嗯。再来卸一下 screen， 嗯，再来卸，要选你那个就是 share 那个大的那个对那个屏，对，这还看得见，这可以，但不是很清楚，可以的吗？嗯，这是这一组照片五张，嗯。对，这个不就是另外一组。这个五张是这一张，看来有好几位评论老师在里面，嗯，还有大超，就是平时喜欢玩摄影的，也朋友们也在这里面，都可以，大家都可以来讲一讲，嗯。觉得曝光还可以。没有那个那个 burned pixel 还可以，嗯，颜色有点太过，嗯，我们再看一个。看看这个照片吧，还是好像没有变化呢，还是这个那个跳的照片，嗯，哦，是吗？对，要每次都 stop 再切吗？没有，我看刚才你可以那个左右放变化还挺好的，可以转对啊，刚才那个可以来回哦，嗯。切换的，你知道吗？你选择 share 的时候啊，它有很多 choice。对，你就要选你那个主屏幕，然后呢，你那主屏幕是什么，你就拿了什么，它就会出来。是不是 share desktop？ 对，就 share desktop， 你不要 share 说 share 哪个 screen， 你就要要看。嗯，哦，这个看得见吗？没有，看得见一个光头。
太有意义了。啊，这个是。我那光头是最佳摄影。后边还有那个。对，极光。男士不行啊。那绝对的。挺难造出的。还是动的极光。自动在变换的。嗯，这还是不行啊，看到了还不是。这好像是于老师照那张照片。对呀、啊、这不是那个刚才。对，就是我刚才分享的就这个照片。嗯。哦，于老师的照片，对，是就说有一个，其实哎呀没办法了，你这个就是说因为你肯定是这些照片吧，你都是就是分辨率太低，如果说他们直接给你送过来 email 上的，可能比方说每一边有1000个 pixel 啊，那样看的还可以， otherwise 看的真是，特别是刚才那几张片子很难看到细节，所以要大家只能看个大概，只能看颜色了。对，这是可以动的，是吧？嗯，对对对，这挺好。对，这一组是叫《山中岁月》，是另外一位摄友拍的。嗯哼，这个是评委今天下午。这个得票之后，对，他这个是比较得票比较好的一组照片，叫《山中岁月》，他有这几张，对，五张，对，就前面的几张，对，这个是的。看一下那个刚才那个背太阳照太阳那个太阳那一张，看一下。哦，你说的这个吗？不是下一个，这个啊，再下一个。我看太阳的曝光有点问题。就这张吗？不是，是前一张。你们选的这几个就是有什么？前一张。对，这个太阳的这个曝光有点不太好看，这种曝光。就不是就是有什么哇、wow、哦的这种感觉吗？我还没时间投，今天完了我就觉得我不太清楚这个大家投这一组有什么这种哇、wow、哦的这种感觉。哇、wow、哦。太黄，它的周围感觉是有点这个曝光不太好看。嗯，他这个是对着太阳去曝光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对着太阳的话，就说是很多人看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有些人把太阳喜欢造成一个像一个星星那样，有那个 starburst， 对，星芒，对，对，差不多，对对对，那样的话也很多人不喜欢那样的效果。这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它就是就说是那 soft 一点，你就说这一点感觉那中间 completely 那个曝光过，你看中间一块白的吗，就是 over 肯定是那个 burned， 那肯定是 burned 了 pixel， 特别白的地方感觉。反正我在这个那个可能清晰度不够，那这是这样的太阳实在是不好看感觉。这是吧。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另外一组，叫做它是一个组照，有五张，叫秋诗秋画秋歌秋梦，这是第一张，这是第二张，这是第三张，这是第四张，这个是第五张。
你是让大家评评还是怎么？还是就是对，你们评委可以点评一下这个好不好？但是你不是说已经都投票投完了吗？这个是投票是投完了的，投完了之后呢，有可能这些人都在里面，你可能要点评一下他们，就觉得他们会有提高，通过你们的角度来，就也可能就指导一下，或者是或者哪些优点也给他们提亮一下。我不太清楚啊，我也不那什么，我总觉得就是这一组照片，就是说好像没有什么特技，或者是就是这种 wow 的这种感觉，反正就是你要到了这个地方吧，哎，你这么掐一下，就肯定就这样，就有一点这种，没有一点特别的不同的秋景的这种感觉，就是说你在那个地方，你把这个这个树啊水啊框了进去，反正就是是一组比较秋景的照片啊，但是好像不是特别这种，就是这种我就说的这种 looking for 这个 wow 的这种，喂，这个很outstanding 对，我作为观众吧，我要看这张照片看上去我就觉得，我想 wonder 这个摄影师他想表达的是什么主题在这里，我没看出来哪是他的主题，是想表现秋叶的颜色呢，还是水中的倒影呢？那个作者在不在这吗？他可以问自己讲一讲。这张蛮可爱。对，有可能他有可以。这刚才这位先生在的，刚刚他在这里上一个问题，他问了徐教授一个问题，徐教授，这是对，这是今天的评委投票比较高的一个作品，一个单幅的照片。有没有评委？点这张还可以哦，曝光不错，我现在只能看技术层面的东西，意识层面很难评价。还有 composition 下边有个灯，也还可以。contrast level 也可以，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没感觉到有秋天的感觉，就是和秋天不一定是秋天的时候的照片。他的我一定不一定要一定要说是秋天了、啊。他的这个照片，一个就是说，我觉得黄飞，这是黄飞的照片。上次已经讲过，最好你不要把你的大的落款放在这上面。这是上次好像讲过一个，他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他在构图上呢，他有一你看那盏灯有一放到这个黄金分过处，但是呢就是稍微留下矮了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天空这个红啊，当然可能我们是在屏幕上看的缘故，可能原来不是这样，这红呢有点突出，红蓝那个对比啊有点太突出，就说有一点。就是其他我觉得他还是蛮有想法的。上面有个白点，不知道什么东西，可能是云的云、那个是月亮。我说的就对，那是月亮。对，那是个月亮、这个是一张手机照的那个照片、后来后期呢只是做用那个美图稍微做了一下、它那个本身的云的颜色它本身也比较红，但是呢就是可能
那个对比度稍微高了点，所以刚刚于老师说了，他这个蓝色跟红色的看着有点稍微过一点，但是呢，就是他整体当时呢那天那个就是偶尔就在小区门口看到的那个灯下边呢，如果再往下边再照呢，就是下边就比较乱了，所以只能切到那个地方。嗯，其实手机的 dynamic range 可能相当不错，因为要是用用 DS 如果用那个专业摄像机照的话，可能天空可能会很容易就 overexpose。 对对对，现在手机那个天空 expose level 还不错。嗯，交流一下蛮好。我们现在快速看一下青少年的啊，这个成人组的就看到这里吧。我其实很少做这个分享 CS Clean 这件事情。先 stop 一下。再来分享。这是青少年的图片，这个是看得到吗？有可能蓝白布蓝布啊，现在还是蓝布吗？对呀、啊，工作服的那个布。啊，share screen， 这个是有，这个是没有啊？啊，来了，有啊，现在有了，看见了，啊。我们就顺着这样看吧，我在 CS Clean 可能花太多时间了。好的好的。这是一个叫南瓜乐，是一个小朋友拍的，是有几张，也是这个五张，也是今天评委打分比较高的一组图片。来鼓励一下小朋友，看看他们还哪些要改进的。我觉得他那个这里面拍的比较好的是那个这张也还可以，但是如果说这张对对、嗯、这张应该还这张蛮有味道的这一张，嗯，还可以吧？看不清楚，还可以了啊、对，这张主要是就是我觉得是那个头吧，就是正好怼的上面一个南瓜把子，对对对，然后。就有点像是就是一个一个南瓜的那个是的形状在那挺有意思啊，对吧，本来那个就是一个的那个砸那个翘辫子嘛，就是对对对对、嗯、对对，这张就多了一个辫子，处理的时候可以把 shadow 的地方阴影部分提高一点，是、嗯、这种照片蛮不错的，这种照片那个看孩子们的照片的话，就不看他们的技术了，只能看他们的看你构意，立意，对，看他们的那个构图想法怎么样，因为每个人的构图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对，拍照的挺好，不用看技术问题，他们估计不会，可能用没也没用 filter， 好像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用 filter， 他们都好像没用什么 filter， 嗯，这一季。因为也是秋天的南瓜是秋天丰收的。这一季总体上比夏季赛的青少年的水平我觉得高很多，大家在看、这一个这是一个单张照片、刚才那个女孩读书那张再推过去、OK、这张照片呢其实就蛮不错的，我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他把这个女孩啊再往右边稍微移动一点，不要放到正中，可能好一些。并且这感觉好像不是手机照，好像是什么的，有些可能是 DSLR 或者是 mirrorless 照，后边有点需要。前边是挺 sharp， 好像不是手机照。可能小朋友不在这里，又翻吧。Yeah, 这是个单幅的照片，对，
这个孩子应该是第一次参赛，名字叫做夕阳下的山丘，可能这一看我们都觉得曝光有点过了啊，但是小孩子，他可能就拍着这样的场景出来了。嗯，我们不看这个哈，这个是波明顿的黄昏，这个的照片呢是读者投票率最高的，是一个主照。这是第二张，第三张，这是第四张，这是第五张。好像经过处理，经过至少可能经过一些处理的照片。不知道是怎么处理，但是有可能简单的 filter 有可能。感觉还行，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像没有像第一组照的好，感觉第一组至少有主题，这个看不出来，全都是太阳是主题了，感觉大部分都是。他现在就是他们就很喜欢把一些具体的物象放在中间为多啊。这个有点变化，它就放在侧边，它就背景。主题都是太阳，感觉。对。哦，这是个单幅照片，名字叫做《收获》。哦。还是个黑白的，这是唯一。黑白。这是什么植物呢？这个好像是个丝瓜，有想法，但是呢，你要真正说体现收获呢，应该有些这个就有一点也加点颜色的话，有收获的感觉，黄色、红色，这是秋花，这是也是 一组，这照都挺好的。对，这一组好像，这一组，我是比较喜欢这一组，就是这个花照的，就是蛮清新的那种感觉。对，就是他照花的时候，也有可能就说你要找一个角度，才能把花给照好了，好看了。是的，这个是手机照的，是吗？不知道，难说。难说。后面你看它的主题很 sharp， 后面都是 blur 掉的。不过现在手机也有这种，也有这种功能。对啊，对，现在手机可以以假乱交啊。就是，但是我有点觉得这可能不是手机，像这张照片，这张我觉得可能不是手机。还有不同的角度照花也挺好，从下到。对。从上照下，对，还是很有想法的，有点想法，挺好。好，主持人，我们就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于文金、于木老师和徐金生老师的精彩分享哈。然后我们今天都学到了非常多，以后会更好的拍好南北卡的。好山好水，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祝大家周末愉快哦。好，谢谢，好，谢谢，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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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